把他当兵的啊，抽到什么军种？陆军，我是宪兵。宪兵啊，哎呦，家是新百城当宪兵，是是是是，哎。那你这个在这个求学的时候啊，听说他勇技高超啊，听拿过什么样的奖项？我有啊，我有还好啊，是健美冠军。健美是？健美冠军。全台湾吗？是到你万华区啊。台北市啊。哦，台北市是？台北市这个健美跟健力啊。台湾省。哎，什么叫健力呢？健力、啊。健力就穿的那个。那个吊带类似像摔跤一样，举重的，两个人要摔，不是不是那个，那叫脚力举重，嗯，举重哦，是的，是是是，受教受教，我就是感觉上，你看他这个肌肉若隐若现，啊，今天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泳装的展现。能否更像建立比赛冠军的李国华，想必体格一定非比寻常。马上来看看他的泳装展现，哇！不得了，我讲实在啊，我看过一些这个人啊练健美的，我讲实在，李国华了整身的这个肌肉我觉得是最漂亮的。他这个没男生的这个形状也不一样，对，有些比较尖，有些人他没办法练，没有办法练这样，因为他是天生体型的关系。我们看到他整个这个胸部的这个肌肉啊练得非常非常非常匀称，对对，而且长得这个形状也非常非常好，这就好像我们在阅历上面看到那种形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每次我以前练过练成正方形的，好奇怪，应该长乳癌啊。不错，还有真的也要教导观众怎么样看男人的肌肉。好，来我们先来看胸肌，胸肌好是在这个部位，二头肌，哦，看到没有，二头肌，三头肌，三头肌，这个练得不错吧，好，三头肌，四头鸭，不是，啊，腹肌，腹肌，腹肌有没有八块？看看，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！背肌，我背肌也很可观了，你看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啊，整个的感觉像中央山脉一样啊！我很怕那种肌肉，每次成龙这样，我就。他没有成功那么大的嘛，成龙真的很恐怖，他也很恐怖，他不错吧，哦，是他好恐怖，有吗，有，好恐怖，你讲话都这样恐怖，你讲话这种声音好像吃过他的亏一样，不是的，嗯，没有，他很喜欢，就是他经常会练他的肌肉，然后他很喜欢献给人家看，嗯，然后就然后我就看很恶心，你知道吗，他就是 Mickey 别跑，他在房间叫你不要跑，不是，哎，你们两个好坏哦，是好才华，哎，来，啊，滚轮，滚轮，他的这个才艺的表演，来，滚轮，来，滚轮，嗯，你知道这个滚轮是，这是才艺啊，对，谁不会滚啊？这是练腹肌的，是没有，这叫特技了，那不简单吗？这出去很难回得来啊，这样子啊，真的，你试一遍你就知道。来，来，王亮先看你，我们待会看可不可以也来玩玩看滚轮的表演，很容易回不来啊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子啊，很难回来的，这你看全身要用多少力才回得来，好厉害啊，恭喜大家失言了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练腹肌的哪一个你先吐人家槽，你得先来一下，我知道你腰不好，我腰是真的不好，那这也好不了，那算了，不是我先玩的话就没有意思了，哦，一定要让他们先玩一玩，好，对不对，嗯，来，你知道出去再回来的话我买100本你的写真集，加油，真的不景气了，加油吧，好好，加油加油，回来回来，加油加油，行行，你如果出去可以回来我买2000本，我现在有信心了，不容易，对不对，好，谢谢叶全真，来，陈亚伦啦，我都不能的，怎么能够做？先做吗？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的？他都有，我都没有东西卖。
卖？我再想一想好不好？看你能卖什么，好不好？卖什么？来回机票。啊，你说的。我帮他什么？欧洲的来回机票？香港便宜，才一万，才八千块钱。头等的。头等一万多，买了。真的？哦。出去，回来。不是，很标准啊！不是，我没有整个出去，没有整个出去，对不 对, 对？你没有到前面，再一次。我可以了吗？刚才，早有可以啊。听到没有？你走开啊！怎么不标准啊？按照大会规定啊，我坐这个位置。我成功，你就说不标准，你欺负我。我好标准。安哥慌了，对不对？安哥慌了。我买机票给你，可是这笔账很难报啊。我太太怎么讲啊？再来一次吧。再来一次。好，鼓励一下，来，加油！好，整个人出去，手不能碰到。好，回来，这个回来哟。不觉得我在商量也去健身中心跑步就运动的吗？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，而且他手肘啊，手肘都没有碰到地哦。哎呀，搞了半天。所以我的来回机票应该有吧？哇，应该一定有，还有饭店呢。你们两个都做的嘛？来，带我们跟制作单位申请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两个的精彩呢，算数，真是的啊！还有裁判团的，但是我们裁判团一格是五分哦。五分，万一他们四个都没有给你的话，落到后面你还不见得会赢哦。有可能会输哈，知道吗？先不要骄傲啊！觉得目前这样分数还满意吗？意外吧，因为有可能会输，所以还不要急着打电话给爸爸妈妈来，有可能白来了啊！来，请我们的特派兵。李国华，肌肉最强壮的这位。来，马上就是我们的陪审团，现在还有九票。好，那其他的上来打一下也可以哈。来，我们。这位很调皮。你是吹气点那个大傻龙马鼠哦，就一打哈。这个你觉得他好在哪里？觉得他很帅，你说的、啊。